在此前进行的利物浦与切尔西的英超比赛，替补登场的红军前锋斯图里奇展现了自己的高效。他在第69分钟攻入精彩世界波，斩获个人赛季英超第二球。赛季至今，斯图里奇在仅仅出场25分钟的情况下已攻入了两球。来自英媒《回声报》的统计，斯图里奇 12.5 分钟每球的效率高居本赛季英超首位。目前排在第二位的球员是热刺边锋拉梅拉，后者的进球效率为35分钟每球。斯图里奇目前还排在了英超历史替补射手榜第三位，他以替补身份已打进了17个进球，只有迪福24球和吉鲁19球排在他的前面。